嗨，大家好，我是 Daryl，我是一个在美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在 JT 的 boot camp 里，今天是我第一次把一个白人女生带回家。我来参加这个 boot camp 的原因，主要是其实我看过很多的，就是这种 dating 的这种资料，但是呢，我几乎没有去实际操作过，所以说这些知识可能我会知道这些是什么，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说我特别需要有一次实际操作，然后有教练在现场指导，实时给我反馈的这种经历。那我觉得在这次boot camp 中，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新的知识，这些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用。更重要的是，我能在学到这些新知识之后，在晚上的 infield 教学中，我能实时的得到反馈，然后把这些知识运用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boot camp 能让我在短时间内有非常大的进步。我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这个，因为我感觉最重要的 dating 的知识，不是说这是一个就是理论的知识，而是要不断在生活中去尝试。因为这不止联系到技巧，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挑战自己的思维模式，然后去通过不断的反馈，主要是正向反馈来提升你的自信以及更多更多的这些 attitude。所以说，我觉得能有一个线下的能得到实时反馈的课程，是这个项目中最大的亮点。Thanks for watching our video. I hope you liked it. And make sure you guys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 and watch all our other videos. Great news, too. Every Monday, we'll be putting out a new weekly video. That's right, we've got educational seminars, street interviews, fun infield pickup videos, and anything else we can come up with that's fun for you guys to watch. So check back.